呀，我看半天，它在这儿，这还有一个。天天往家里跑去了，笑死了。刚喂完喂饱了，它都往家这边飞，在这里站着。上面还有一个，这个雨达上面好像有，我这个雨合金上面好像有。不对，有三个，这上面还有一个，我刚刚看到。飞飞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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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，这好几个，都在这屋顶上面。这吃饱了都过来遛弯了，看、屋顶上面两个。飞哪去了？这里还有一个，到处屋顶上面跑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吃饱，它吃饱了就到处遛弯一样。高压线上面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了过来了，那到处溜啊溜啊，吃饱了，没事干他们。太小放生他就是这样，哎，没有独立能力，每天就在这晃悠晃悠晃悠。白天是跟着之前放生的那一批，但晚上喂食的时候他就会。喂完之后，它就会跟着我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又飞了一个，又飞了一个，都在这附近。这是谁呀、看一下，不是老刘。你说这个东西白眼狼，它也不白眼了；你说它白眼狼，它也白眼了。不过现在没有觅食能力，它有觅食能力，它就走了。又来了一个，笑死了，跳个舞。这好像是老六，吃饱了你还找我干啥呢？刚喂的。直接跑这个来了啊，老六，这个是老六，老六的捕猎能力现在很强来了，他是认人的这个东西。召唤一下，啊，来，又来了一个。没吃饱吗？刚喂的。走吧走吧走吧，飞吧，飞了。不会飞手，从来没有训过飞手，眼睛也开始变黄了。走，拜拜拜拜。